Is that all? 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你好，回来了。本期我给大家来，这什么？隐形刺客，对，它是一个隐形的刺客。哎，我这盘的话是一个随机开启的，所以说出门装看起来比较豪华。这样的话，感谢一下我的赞助商银千惠对本视频的大力支持。大家需要买银饰品的，找银千惠下单即送芳香玫瑰，报我电话名字送银耳钉。隐刺的话，说实在的，这个英雄前期的基础攻击力好低。有时候我在想，我出了毒球，哎呦，一级的话隐身进入时间是8秒钟，有点长。你看，感觉下路打他们两个有点难，我只能说有点难。哎，那我这样的话，他第二技能，那我先毒他了。但是说实在的，数值有点低，是有点低。这样的话，这个刀也很难补啊。所以前期的话，只能说这英雄挺渣的，不是推荐。很推荐大家玩这个英雄啊，但是有的时候嘛，是吧，游戏总是 Dota 这么多英雄总是要玩的嘛，所以说我就玩这英雄了。但是这英雄呢，碰到两个人不到，我只能说谢本，只能说谢本没法玩，所以前期补刀肯定是比较渣的。其实进入隐形的话也这样先混着吧。英雄的话到六级之后会好点，因为六级之后有3次一个 B， 他的 B 就原来的那个小 B， 他变了一下，他一技能位置换了一下，所以这英雄有杀人力是6级啊。前期的话一般，没有强力两个队友配合的话基本是没什么用的，杀不了人的。队友的话是一个全能啊，所以这盘的话我只能说简只能哎。刚刚那波兵好像被勾走了，哎呀，那谢本，那谢本，下路的话只能依靠自己猥琐的一个混线能力啊，主二技能，主二技能，这盘一定要主二技能，因为二技能点高了之后的话，一个生存时间更久了吧，因为二技能的话有个隐身回血，然后本身一个隐身建筑 CD 比较短，都是一个好处。那这样的话全能过来了，他有个减速光环，那我们就砍他了，不是特别服，不是特别服。我跟你讲，有的时候气势一定要有啊，游戏可以输，气势一定要有，就人不能被打了没有，被打了泄气，这不行的。虽说前期补攻击低啊，但是补到一阶还是要补得到的，不然的话那这英雄你就真废了。对面的话风险就游走了，这样的话对线一个军团应该是补刀没什么压力的，但是就怕这风险来了就麻烦，毕竟这远程风险属于远程里点人，哎呀风险来了，风险属于远程里点人比较疼的了，牛逼。那只能这样，先塔下先混一下经验，经验经济起一点。全能的话也没有办法，哎呀，全哎杀王来了，杀王来了，刺刀，这个时候的话，先把军团杀死，军团杀死了，这边卡位，哎呦，杀王这次游走非常关键啊，那我先买双鞋子，没有鞋子的话追他追不上，买个鞋子，买个魔棒，下路就可以先混了。然后昨天的话是一个那个中秋节啊，也大家祝大家中秋节迟来的祝福吧。然后接下来国庆节马上到了，我只能说国庆我放10天假，简直就是很害怕。那10天怎么安排呢？我决定10天就在 YY 那个就虎牙嘛九线频道那里直播，国庆尽量白天直播吧。然后反正像挖到这种没有女朋友的，也就在家里待待了，出不去了。主要是感觉天天打直播录视频，圈子有点小。所以说女朋友不好找，其实挖到人不错的，我觉得也不错的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挺不错的，买个穷鬼盾增加点输出，没有穷鬼盾真的是很惨。我就不陪全能上去 A 了，因为再 A 下去的话，这刀没法补了，这刀没法补了。那大家那个国庆送礼的话，买礼品的话推荐牛蛙的茶，有礼盒装，包装非常精美，送礼佳品。你看我就跟全能一起打他 A 一个半血，所以这游戏
刀可以补不到，人一定要把他打跑，这是很关键的。有的时候人家人啊对面很强，那就怂了，完了，那你一怂就人再也起不来了，人不能太怂，一怂就起不来了。这样的话我先加个药吧。哎呦等一下， nice， 给他解一下血。S 级英雄我发现大家应该平时路人你很少玩，而且这英雄玩不好的话很容易坑人，很容易坑人。这英雄对于一个中期的打架能力还是把握比较深的，就是我前期被压了，我中期一定要会打架，不然这英雄很难玩，很难玩。哎呀，拉比克来了！哎呀，拉比克是中单，拉比克！哎呀，哎呦喂，我也是小骚逼啊，想打架想 A 一下他的，万没想到，这一下 A 改变了我这一生的命运。对面上路骷髅王，下路军团，中路拉比克，也居然还有个小狗。这样的话下路我现在五级，先买个那个魔棒吧，大魔棒，然后上路中路去中路混去，蓝猫也去直接下小狗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杀掉。哎，杀不掉，感觉蓝猫很危险。哎，中路这边有真眼，军团也来了。哎，拉比克，我要杀拉比克了。放个五，但是好像没六级，六级拉比克就死了，有点惨。哎，沙王一个锤，那再见了，还被军团加攻击了。哎呦，感觉情况不太对呀、啊，感觉情况不太对，对面好像不是，对面好像不是很水，有点牛逼的样子。嗯，这一盘有的打。这边都打了，下路全能在发育，我去中路混个六。军团这个时候是没有大招的。哇的，我也没评价，你们抓我就给差评，兄弟啊！我们的茶叶店你给差评就有点过分了。我跟你讲，淘宝再也找不出像我们这么有良心的茶叶店了。像茶叶这种东西，一定要看准了买，看准买。哎呀，上路伐木机直接被对面拉比克加那个酷王加那个风行干了，这一盘感觉局势不是很对，对吧？但是局势不是很对。全能的话，如果等级起来也还行，但是对面有个拉比克，如果全能等级起来，拉比克，拉比克的话，你打谁？算了吧。哎呦，这个六级很关键，我先去混个等级，感觉我先跟着军团。他应该下路补刀的，看有没有机会下路把他给怼了。他应该会去下路补刀，这时候我后面人也在，我也在，全能也在。哎，他沙王能吃到吗？沙王能？哎呦，捡个树，刺过去一下 ，nice。他不给我加血，那这样的话我六级了，终于六级了。纵使千山和万水啊，还要六级。吃个药，他给我加了个血，那血就满了。前面八分钟我只能说这是游戏的一个不好的开局，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游戏一个结局，因为挖倒六了人就需要一个他能秀的舞台，前面一到五级这个舞台不需要我，但到六级之后我觉得这个舞台需要我了，因为我六了。六级之后的 SA 的话拥有一个 Blink 技能，不是 Blink， 就是一个切入逃生多非常屌的一个技能。买个力量那个增加点属性。下路这样的话他们两个不敢过来，因为我们这边有三个人。全能的话等级之前这段时间我逛了一下，给他补了一下等级跟经济。最近这天气好像我又感冒了，感冒很难受啊，感觉有真的感冒了，完了。
最近的话呢，注意身体啊，这个天气很容易感冒，很容易感冒。一会儿有点像下雨的样子，一会儿又晴天，天气的话变化很无常啊。像我这，我有时候有，我有天晚上睡觉，大概六七点钟吧起来，发现我的腿，我的小腿这边抽了，我的脚一直是平的，然后就很疼，梦里被疼醒了，然后起来我发现我的腿动不了，后来我艰难的站起来了，然后最后站在地上，把腿给把脚那个脚底掌给捋直了，不然真的是那天可能要瘸了，我感觉我都感觉要瘸了。随着年龄的增大，感觉有的时候会有点那么力不从心，真的是年纪大了呀。但是虽然挖到年纪大，但是对罗塔的热情没有改变。哎，先下路的话没怎么人，我看上路去 TP 过去看，要不要 TP 呢？我看一下，下路塔没什么血了，但下路有人来了，风行来了。风行的话挺烦的，说真的，挺烦他的，因为毕竟我现在的话输出是不高的。这一盘的话，装备推荐是什么呢？我跟大家讲，推荐先出一个双刀。有人就说了，哇的为什么不出闪失？我跟你们讲，这个英雄如果是一个逆风局，哎，上路直接把那个防备区抓了。这个英雄如果是逆风局的话，双刀撑属性撑移速，又有输出，又减速，是一个杀人必备的一个佳品啊，佳品很关键。你有本事单挑啊！你有本事单挑跟谁？法布奇是找人单挑，但下路的话，风行好像我打不过他。但是我隐身之后的回血速度，大家看，这个回血速度非常快，很适合 S A 一个生存。只能先撑。哎，风行感觉想干我，被哎傻粉了。我放一个雾，我十三个魔棒。最后还是被干了，哎呦，这盘我就感觉会被干，我就觉得会被干。这样的话，一个0-2的开局，这开局，哎，刺过去，但是他偷了一个全能的一个啊，那是一个神圣伤害，直接被干了，直接被干了。开局是梦幻般的崩盘开局啊，梦幻般的崩盘开局。我感觉是时候需要动一点起来了，一直这样补刀发育好像跟我的风格有点不像。挖岛擅长的是一个大局观的一个 gank， 我看一下哪里可以打，我在观望到底哪一路可以打。感觉中路小狗可以偷，就是我过去他拉住我一个雾，或者我雾他拉住，感觉可以试一下，就这狗了。哎，风行也行，我直接误啦，直接砍死 ，nice。就杀人那一套就很快，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打钱。哎，想杀我，想杀我。这盘比分的话是暂时落后的，暂时落后。我是三个助攻。但是死了两次，人头补刀啊，45个，补刀不是特别多啊。这个时间的话，分数补刀应该大概70-80个，应该比较稳一点，毕竟被人压吧。45个的话，说明被压的比较可怕了。因为有段时间我是没补了，去外面逛了。我们现在五个人抱团在中路，哎呀，偷了全能的一个加血，那个技能前期伤害真是高。你看，加血一放，我可能一半血没了。蓝猫现在是中路。军团的话，因为之前风行跟他一起在混嘛，所以他的一个经济的话也没有说那么高。哎，他们要打，放个雾，很关键，这雾很关键。杀完一个是43个，这边逼过去，先把小狗炸死，再逼过去。军团能不能杀？军团杀死，杀了小狗跟军团。这一波我杀了2个人，但是我们这一波死了4个人，死了五个人，15分钟。1-3，
有点惨，有点惨。这盘骷髅王很肥啊，这盘骷髅王很肥啊，五杀一死一助攻，点睛假腿快跳了吧？应该这样一个经济，我只能说这个 SA 很难发挥啊，感觉很难发挥。冤有头债有主，是风行杀的人，你为什么来杀我？但是我觉得拉比克打中单就是有个弊端，我大家懂不懂，拉比克打中单是有弊端的。因为这英雄的话，为什么职业比赛也好都没拿这英雄打，很少拿这英雄打中单，因为这英雄缺少逃生，而且缺少大型 AOE。 我这批过去一个雾砍砍蓝猫拉过去一个 R 砍，他也加血，全能加的比较晚。那这样的话，你看拉比克还是比较好杀的，因为毕竟我是隐身的，他不知道我这边开了一个那个，就隐身过去先守塔，他跳不出来的。这样的话会让我们对再肥的拉比克也不是特别怕，而且我们这边倒是等着随着全能等级升高，对面是那个骷髅王、军团、风行、小狗四个，差不多是物理，风行也算是物理，那四个物理，那么全了一个大，那他们就瞎了。那我现在的话出了一个单刀往上靠上去，这样的话移动速度会靠很多，而且输出增加不少，毕竟单刀是一个全纯粹的敏捷型道具，非常适合我，非常适合我。我昨天玩了一盘有小狗，对面那个玩了一个对手有个 DP 出了双刀，这 DP 哎，骷髅王如果能抓的话，我跟你讲这一波团就好玩了，就好玩了。蓝猫过去直接想杀骷髅王，一个锤我避过去放个雾，骷髅王死了。但这一波的话我哎呦没定，没定到，还在雾里，还在雾里，还在雾里，一个刺过去，一个刺过去，沙王想放大被举了，然后这次全能放了一个大招，骷髅王直接先死。这个时候的话，我再放个雾，这个雾很关键，一直 miss， 一直 miss， 往后躲一下。但是我发现拉比克是空血的，我那我只能找拉比克一下、两下、三下打死，四下带着拉比克。哎，风行肚子里是有那个的，是有小狗的。这一波的话，我再靠过去，我现在那个大招在 CD， 这时候放个雾，放个雾很关键，很关键。哎，再杀一个。这一波三杀，这一波我就讲了，那个一个雾还有全能大招很关键，因为他们都是纯粹物理输出的，而这个雾里面的话我只能说闪避概率你们懂的，这个基本是瞎子雾，就放了就瞎了。那这一波团战的话简直就是爽歪歪，莫名其妙就有亮，莫名其妙就有双雕亮。骷髅王这波被抓了，他们那个时候过来的话，好像他们这边是缺少 AOE 的，你们要想他们这边缺少 AOE 的，所以说我那个雾如果刚那个小范围打团的话，他们很难输出，所以这个雾很关键。这样的话他们蓝那个骷髅王就不敢乱跳了，因为没有大招了，没有大的骷髅王血本。那这样我先上去那个发育一下，现在有双刀了，双刀就有单杀那些像拉比克啊，就我就可以单杀他了。突然有的时候幸福来得太突然，幸福那个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，我是准备好了的，我没有放弃，我没有放弃。他们在推中，这波团一个定绑到了，但是不影响我们推上路啊，难道他们强杀中路，杀王也去了，军团直接跳过了大全能，全能直接被秒了，那我先把上路破了，那我去买一个 TP 看中路情况。中路的话中路他们打不了，我们这边把对面的一个军团给留下来了，那我上路还可以打，比如说打个野啊之类的都可以的，因为有的时候在外面的话，小狗一下减速残废 TP， 兄弟啊你往哪 TP 啊， nice 啊，我有双刀就可以单杀小狗了，所以双刀很关键，双刀加毒球，那减速减起来
我只能说他血本。那接下来的话，装备我可以先出一个冰眼，因为双刀加冰眼基本是走不动了，再把对面野区给承包了。突然间感觉对面就打不过我们了，因为为什么呢？游戏到了中期是一个甩技能打控制的一个游戏，但这个东西的话是他们一个弊端，是他们一个弊端。拉比克虽然有跳刀，但是我们这边是蓝猫，跳刀拉比克碰到蓝猫，我只能说，哎，下路能不能把风行给杀了？TP过去，哎，全能，不许加血加血，加到了，但这再来一个宝 ，nice， 先把继续杀他。他如果那个军团再往后的话，把军团也杀了，是吧？我是谁？前期虽然被人干，但是中期我起来了，我起来了。所以人要有梦想，如果你不努力，那你永远是吧？就这样子了。首先我们是努力过的，我们是努力过的。现在出个2100，中路直接滚过去了。Nice 啊！直接把那个他们都滚死了。隐士的英雄的话玩很难玩的，其实英雄，我自己认为这英雄是比较难玩的，发挥比较难。像这盘的话，正好对面看起来没有什么 AOE， 挺适合隐士的。哎，小狗想干嘛？小狗，突然我们这边就压过去打了。前期的话还是有点，我们被干的有点迷失了方向，但是到了中期，我马上冰眼了，我就问你们怕不怕？拉比克很肥的，有跳到推推，但是我觉得碰到我们这些的话，他尤其是碰到我，我如果出个冰眼，拉比克直接废掉，直接废掉，冰眼减速加双刀减速，如果叠起来的话，这全人那个减速，我靠，这个团战。太可怕了！哎，有人 TP， 有人敢 TP， 骷髅王杀他，瞬间就是空那个空血了，瞬间就空血了。这不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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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弄啥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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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悟！小狗，小狗，小狗，先杀拉比克也行。小狗现在小狗，减速减速，放个大招，对面根本砍不动我们。拉比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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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杀死他！盯着他打，盯着他打。有拉比克放了一个全能大招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这边逼过去，魔免加起来，咱们顶着他打，让他血本 ，nice， 直接把他干死。那我再刷一会儿就冰眼了，我靠！在十分钟前，我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屌丝，但十分钟之后，世界变化好快，世界好大，我想去静静，我想去静静。我估计观众们应该也是挺惊奇的，为什么一下子就肥了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我发现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对面没有 AOE， 其次我们全能大招输出很久，然后还有蓝猫的跟伐木机一个切入，再配合我的一个雾，对面根本就是阵型被我们冲乱了，而他们小狗骷髅王有点重叠的这英雄很难发挥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叫全能给我个奶啊，赏金符，谢谢。你看我是一个多么有礼貌的人。这时候的话，哎，鸟别动，我去拿个冰眼，24分钟双刀冰眼，太有钱了。这属性的话有134的敏捷，打过去的话有点可怕的。这攻击力看起来，现在看起来只有150，但实际的话攻击力很高，我只能说打出背刺的伤害的话，非常高的攻击力。这样的话已经17级了，我就说这17级实在是太可怕了。全能的话也出了个跳刀配合我们一起打切入，哎，就他们来了。弄全的，我在后面放了个雾，直接盯着拉比克赶，拉比克那个愣住了，然后被我杀了，然后直接过去把那个军团也杀了，这边再砍风行，风行也死了，然后再砍小狗，小狗也死了。
我只能说目标非常明确，对面骷髅王来都不敢来了，我莫名其妙就超神了，你敢信？你敢信？然后现在装备的话一般是出个蝴蝶或者双或者闪失，那我的话直接出蝴蝶了，增加点敏捷度，就感觉到了中期对面就三个字没法打了，所以有时候罗塔这一点也挺让人是吧苦恼的，没有对手，这盘没有对手。我想前期他们这么顺，按道理应该是他们要让我们打，但是随着这三波团战的一个打完，对面已经没法打了，对面已经没法打了。那我装备已经非常豪华了，再过大概30分，就一个再过几分钟应该能出到蝴蝶了。这装备的话，对面没有一个人能撼动我的一个我的位置了。中路打起来了，中路打起来了。这一波我很强，我来收割了。哎，打！我在后面看，我切谁？我先切风行一下，两下放个雾军团，然后上面还有拉比克，但是先杀小狗吧，拉比克在太靠近那个了，根本走不动。我的光环加再杀那个骷髅王 ，Triple Kill， 又一波三杀，动不动就四五杀了，无限超神，逆风无限超神，超神并不难，难就难在逆风。超神是不是？然后这个一个我这盘真是飞升马了，为什么肥要说形容叫飞升马，不能飞升牛飞升猪吗？这是为什么呢？那这样的话我们中路先这塔破过去，中路塔一破经济又有了，你赢了游戏，输了生意。其实输并不可怕，输在哪里不知道，这有点可怕了。对面说优势不推，我只能跟他讲优势他还真推不了，对面的阵容不是推进阵容，三进战我先杀拉比克，三进战不适合推进，知道吧？一二三进展不适合推进，尤其是小狗骷髅王加那个军团很难推。我很肥，大家如果要看直播的话可以到我那个3w.虎牙.com/牛蛙或者YY9000频道，我的直播间是可以看我的直播的。嗯，这边的话已经出了蝴蝶了，30分钟，冰眼蝴蝶双刀假腿，这个 SA 有点点那么肥，这输出也很高了，倒是蝴蝶一到手，输出就很高了。这样的话，这装备对面就没得打了。最近视频有点小满啊，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盘我以为能打个40-50分钟的，但是没想到对面这么不经打，这装备的话对面应该也不敢出来跟我打了，我感觉是。那本期的话就这么短，那就这么短吧。我靠，对面不敢打，那泉水要不来一波啊？对面不敢出来，这是个问题，不敢出来那是个问题。这个拉比克输了，是我们眼，我看不出哪里眼，所以说我就说了，输并不可怕。你连怎么输你都不知道，这就有点可怕了。
那这样的话泉水走一波的话差不多游戏也是到了尾声吧。那也是感谢大家收看我的第一视角，这边先预祝大家国庆节快乐，然后身体健康，阖家幸福，那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